那今天咱们研究这个军营病，军营周围病，消渴，气上创心，心中突热，急而不欲食，食而吐回，下肢力不支。这个军营病也像少阴病似的啊，就是津液不足，哎。血液也虚，这虚呀、啊，这津液虚，它就是渴，啊，这先渴，食水以自救嘛。那么列甚至于小渴，小渴咱们都讲过了。它由于上边虚，那么下边的这个寒秤子上面这个虚呀，它气往上撞。那么他这是自己的一个感觉症了，气上创心。那么上边人的这个胸中阳气的阳气不于胸中了，他下边这个寒气外上，那么上边的热不得下部，所以他心中既一方面感觉气上冲创心之疼，也感觉热，这个热不是发热的。急而不欲食，这个军营病它是属于慢发般的，不在胃的，所以胃没有毛病，感觉急。但是呢，它寒从下往上冲，虽急而不能食，食者看他这个。上面有这个虚热的情况，认为有湿热而欲下，那等于就是陷入淤泥而下的热，由他这个阴虚症不能下。那么这个重点在每一篇都有提纲，所谓提纲啊，它是概括的一点说的。这个半条半理论呢，这个提纲都不好说。我们头前讲的那个阳性症就是这个少阳病，因为上一面那个提纲它只是说口腹痒难不咸，但是那还能够说出假设说半条半理这个体部由这个热啊剩余这个体部蓄的这个腔间往上攻啊。所以人这个孔窍之间就感觉这个热后，还差不多，还比较啊，但是这一句话也太概括了。因为有些里内热的一种这个病，你像白虎汤症，这何尝不口腹痒难呢？那么那就是少阳病吗？不是，所以白虎汤症咱们讲过了。它是热结于里呀，它是阳明病，那是阳明病的外症。那么所以说这个上阳病的体感啊也不够好的啊，所以我们不兼自研究这个柴胡症啊，对这个上阳病这个体感也不行。那么这为什么呢？就由于这个半条半里这个部位，半条半里指的这个胸腔、腹腔。这两一个啊，这个空间相当大，这个空间呢，望不到一切脏腑所在之地啊，也上面的心肺啊、肝脾胃肠啊，以至于这个肾啊等等的，都是在这个部位，所以这个部位要是有病邪在这个地方冲刺，很容易诱发很多脏器啊失去正常而反映一种症候。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病啊是复杂多变。我们看看那小柴胡汤啊，那个所主症就知道了。虽然有啊往来寒热胸胁哭满默默无欲饮食心烦心呕。
那么底下有这些的赫然见证，他就是赫哲波及到这个账啊，发生这么一个情形，赫哲波及到那发生这么一种情形，所以他没有固定症候，很难为这个啊，为这种病啊做一个概括的简明的一种这个啊，给他起一个特征，就是你像这个表症它单纯的啊，你像太阳病脉浮特和强行而不寒，凡是太阳病它都以这个做个基础的，不超出它，而且凡是有这个倾向就是太阳病，唯独万表万里是不行的啊，它这个病后复杂，不像这个表和里，你看里像的阳明病啊，那阳性病就是为他湿，这说他腑症，那么他的外症呢啊，就是淡污热啊，不恶寒啊，身汗自汗出，这也好说单纯。那么里呢，里就是虚寒嘛，就是这么说，腹满而呕，食不下，不能吃东西，食腹之痛这一套。唯独万表万里，无论在阳无论在阴都不好，不好不好，有个概括的东西。那么这个提纲啊，厥阴病可能发生那种情况，但是不是说凡是厥阴病就能有这个情形，所以他这个提纲很不好啊。那么我们辩证的时候，这个它是六个类型啊，咱们只能掌握四个类型，那两个类型啊，一个少阳病一个厥阴病，只能够达到意思它啊，而不能够有什么具体。那么怎么办呢？这辩证怎么办呢？这个好办好，这个讲完的书我也要讲这个东西啊，趁着这个机会我要聊说一说这个辩证呢，这个表里意志啊，因为我刚才说说这个表证啊，它是单纯，表者就是体表嘛啊，咱们从前也讲很多了，就是邪气交整于骨肉啊，身体疼痛啊，发烧发冷，这都是表证。可有阴阳之分，阳者就是咱们一开始就是发热恶寒嘛。这个少阴病就是没有热而无寒，其他跟太阳病没有什么两样，脉微细但阴昧，这是由于虚嘛啊，人困惫不堪，这一发生这个表症就怎么样。所以在表有这么两种，很好很好辨，也就是在临床上我们啊，凡是以发汗方法解决的疾病大概都是表症了，虽然它里头用药啊，有时用这种这个攻发性的，有一种呢用一种亢奋性的，你像茫茫附子甘草汤，像桂枝加附子，这都是加上亢奋药的，是阴症嘛，那都是少阴病。所以这个表症很容易啊，我们今日常临床啊也常见的，里症啊刚才也说的很容易，那也不阴阳两类嘛，大便不通啊，回热是热结于里那套东西，就像说白虎汤这，发热而可不恶寒是吧？但不热，身上也出汗啊，这是管热，热而不湿，要湿呢大便不通了。灾雨烦乱都来了，这是阳明病。那么它的反面就是阴症，就是不能吃东西，腹满而呕，食不下，智力益肾，咱们所说用温中祛寒的这些药物，来太阴病咱们也讲了所谓四逆汤背，全是这个表里是的，除去表里，确实万表万里。我们临床就知道，除去这个表里了，一切里边全是万表万里。
他人身上这个病位反应啊，就是不是反应了，就是反应了，否则不是反应在半条半条。那么半条半条这种症状叫做阳性的啊，回者热，回者湿的这种症象者，少阳病。反面阴性啊，虚的寒的，那就是这阴病，是我们辩证啊。他这个书啊，这个六经的顺序虽然与这个内经上的啊顺序是一样，可是他这个有辩证的一种意味。他先讲太阳，后讲阳明。这个狮子上四五日五六日这是全少阳，六七日七八日全阳明，我们同学也讲很多喽。他为什么太阳之外他应该讲少阳，他为什么讲阳明？这个意思就有这个意思，表里一直出去事儿呗，都少阳，现在少阳病这个体感不完备。他讲阴症啊，表为阳，里为阴，他也先讲里，为了阴症的讲法，所以他先讲太阴，然后讲表少阴，除去里和表的那个阴症，全是绝阴，意思也是这，所以在辩证上呢，没有什么妨碍的。可是研究这个书呢，我们对于这个少阳病的这个提纲，去阴病的一个提纲要活看，这个不是一定。你看少阳病就是，凡是有内热的这那种，无论在胃肠之里，或者在胃肠之外，大概都口不言谈，那不一定就是少阳病，但是少阳病可能它是口不言谈啊。所以他那个过于泛，这个过于窄，这个就是军阴病有这种情况的，他上边虚的厉害，下边寒的厉害，寒的乘虚端上来呀，感觉气上穿心，心中疼热，这就是自觉症。那么这个回，这个现在也值得研究了。值得考虑的，他是古人呢，大概人没有回出去很少啊，他净吃什么东西是吧？尤其这个卫生上也差，就他的这个病情的时候，散的时候，当然不是这个血菌野兽了，可是但是这个吃野菜的这个一般的习惯呢，还是多的。不是都不得，这卫生条件也差，所以人这个蛔虫大概都是多的，普遍多，所以要是寒从下半上冲啊，这个蛔是要受过的，要吐蛔。如果人里头没有虫子，没有蛔虫，你再寒往上冲，它也不会吐蛔的，就是啊，所以这个我们要。也不叫说是吐蛔虫，这个就是厥阴病，也是对的。但是如果有虫子在厥阴病里面，可能叫吐蛔。这个就是术家呀，就是那根本就是牵强附会，说是肝属木，厥阴病不是厥阴不是肝经吗？木分化。生虫子，这虫子现实上的哪有这个事儿 啊？所以这都靠不住。所以咱们这个阴病这一章也很成问题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绝人众生，脉微浮为郁，郁不浮为微郁。这个阳病，这个阴性病它一转阳，这病就要好的。脉微啊，咱们头上也讲了，脉微啊，
津液，黄津液呀，就是津液不足，血液不足，它脉微。虽然脉微而见浮，就是由阴出阳啊，这病要好的，怎么后头讲啊？有的是啊，就是这个。所以这个病一般呢，由这个阳陷入阴，这是凶啊。那么阴之肾以至于胃气衰败，那有人就能死亡了啊。如果病由阴转阳啊，就是生理恢复嘛，这个病一定是好的。他这个也是，他虽然说个兼阴中风，他是概言之的，当然是啊，伤寒也是如此的。这古人他认为都是风寒两种病。那病型呢，他难，他从打太阳病，他有这么两种病型，在其他都是寥寥言之。328，厥阴病欲解释冲愁治麻疝，这是一个赵立文的，这个也靠不住的。他把12个时辰呢，他都分成这个六经的这个孕育的时候啊，他都有，这是根据这个运气五行的这个说法，这个靠不住的。这个冲愁治毛，这是木旺的没有，这是古人怎么看？这个也不必详细，这都是古人的一种看法，搁这块儿。供那个太阳病啊，这个山阳病的都有嘛。金阴病，渴欲饮水者稍稍欲之欲。金阴病它虚，它渴，渴了你就稍稍给点水，它欲饮水之就稍稍欲之就好了。有这一段能看出头前这个消渴就成问题了，稍稍欲饮既能够好，可见它不是消渴。那么即便有消渴，也不是厥阴病普遍都存在的。那么这一段就是明明说出来，他那个渴啊，不是那么样的渴，稍稍兑点水就好了。这个厥阴病非常简略，就是这四条。你们看看这本篇就明白了。四以厥阴病做那个提首的，就这四条啊，五条啊，这四条，就这四条都有厥阴病。从底下诸事秘诀以下，你们看看一个人没有厥阴病了。你看看这个本文都没有。那么根据这种啊提手也看出来了，这个前后啊不是论述一个主题，前四段全是论理厥阴病，一下呢在那御寒呢，这个书啊，一套版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啊，《赵怀民论》也好啊，《程复集》那个本子也好，这都是宋以后啊分开了，《金匮要略》和这个《伤寒论》。这个御寒的那个编制大概与以前差不多，它是开始伤寒，一卷。论伤寒嘛，中院论的是杂病，那么最后他是出的这个方论，方子就是他那个书是那么编制。这个书有，我咱们图书馆哪都有。在这个御寒里头，伤关于论伤寒这一章也是有这个，可是到这个四条之后，他又一个题目。他是这个不是辨厥阴病脉证病治吗？这四条，在这四条之后啊，又一个名字，他是辨厥
利欧约病星脉症病字，第十怎么出了个第十呢？他这个书啊，六经他太阳篇就隔了三啊，分成三篇。这个六经从太阳到厥阴应该是八篇。他那个旧编制啊，他把静湿液这三篇啊，这三个病也变成一篇，也搁到这个六经之前了，共计是九篇。那么在这个九篇之后，另有一篇叫第十篇，什么呢？就是变厥利呕约的四种病。厥就是的厥逆那个厥，呕啊利下治下利那个利，呕约病形脉症病治第十。那我们要好好研究下边呢，的确是这样说的。他开始啊论治厥，然后就是论治这个利下利，再后呕，再后约。可见那四种是杂病啊，附在这个后头。这个为什么他搁到这个厥阴病弄到一起了呢？这是王汝和搞的啊。那么王汝和他那个人不是个平平常常的人啊，对医学很有修养的人。他收集仲景杂论是吧？这个仲景疑论，他编译的时候，他一看呢，他厥阴病六经病后头都有症字，就是具体的症字了，不是光有这么头前这么几句话就完了。你看太阳篇的更多了，那么少阳篇丁少，他还举这个柴胡汤啊，啊，小柴胡汤啊。那么那个厥阴病没有，他一看后头啊，有些像是论厥阴的，尤其是这个他根据头前的提纲后边那个啊乌梅丸，很像说的是厥阴病。他就想这个后头啊一定就是厥阴病的一个序，在他这个就是序之厥阴病而下的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书啊他这个不是一起出的东西啊，他有一种编制啊，就把它编成厥阴病后头。认为三阳三阴这个六经之后要是各个杂病，他又想这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啊。本来论的这个三阴三阳篇嘛，这是论的是治疗伤寒嘛，那么各个杂病他认为这个也不对，所以他就附在厥阴病之后。那么王汝和他一看呢，他知道不知道这是有问题呢？据我想他就知道，他一看他也知道这个东西啊，厥阴病啊，特别是热闹了，你看后头这个方剂就知道了啊，法汗吐下应有尽有啊，他一看也不对头。可是呢他一种他的编辑呢，就是这个本子呢，他把它合到一起，另外他御寒他研究歌，他为什么像后人研究？所以古人做书吧，他走流地步的，不是把这话说尽，这是王汝和的意思。一方面他以为这个第十的一篇是杂病，不应该在六经之后有这个啊，而且这里头有一些似是论厥阴的附那个，他一看呢，有些是绝对不是厥阴病，说这个里头反正也是总是有错误，但是原书上他是啊单独有这么一章的，哎，他又照着原书的这个排列
也这个名字他就不搁缺阴了，他搁到御寒，所以御寒这个书是后发现，这个让后人呢研究讨论。我想汪兆和当日啊，他不外乎这些的这个啊这些的想法，所以他同时他编辑的这个书有这么两种不同。那么后人对于的研究呢，这个书啊先有的，在这个御寒这个书啊就是后发现，在宋的时候啊那封那个金匮要料呢一起发现，所以经过程复吉驻伤寒，他到这个地方呢他就胡说八道了，他就认为都是军人病，所以大家也就是俯然其说，我这个军人病说的呀简直是一个让人没法理解了。所以他又时而为表，时而为里，时而为寒，时而为液，所以这个把这军命说成一个怪病了。是讲这个军阴篇的，到这都没法讲。我记得咱们李沙洞上还提过这个问题，但是没人都搞明白了。其实呢，我们根据这个书的这个提法看。金病只是被使断，底下这个还是御寒的病。为什么要这么来呢？张仲景那个人他做书的时候为什么在接阴天之末他附带这么一个杂病，这个值得我们研究了。我们看看这个杂病竟说的什么。这个绝利偶曰，全是与胃有关的一种症候。这个胃呀、是生之本呐、所以我们头前也讲了，胃气存者生，胃气绝那必死。所以治病啊，必须要顾虑这个胃气。这个孙应元先生他不是看这个看的，他看那个各章他看出这一点，可是仲景用药都讲用肝药，肝以调子，就注重这个胃气。那么张仲景的那个六经讲完了，他特意拿出这一章给六经做注解，就说是千言万语啊，这个治病不能把胃给治坏，这胃是个主要的一个关键。那么他就与这个胃有关系的绝啊、利偶曰常见的病，把这个还击生死啊，他搁到这个地方。让给大家看一看，就是第一，就是为那个六经呢啊，想完了，就是给六经病下个终结，这是一。第二个呢，它还有个用意，它那个六经啊，不是专给伤寒预备的。这个表里阴阳啊，是概括万病啊，是病不超出这个。表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病不在表就在里，再不然就在半表半里，它不超出这个范围。而这个病的反应呢，不是阳就是阴，也没有不阳不阴的这种病，所以这个六经啊就是表里阴阳嘛，这是概括万病，一遍一切病，这也都尽了。你看看，他就用伤治伤寒的法子来这块治啥病？这个军阴病后的这个啥病啊？就是这个，这就是正道医家。我们讲的是伤寒，伤寒热嘛，
说是这个治疗是一致的。你看看这口头也是了，所用这个方子无一不是在伤寒论里的方子。柴胡汤啊、白胡汤啊等等的都是啊。你看看这就是北圣医一个见证。这是第二啊。第三还不容易。仲景这个人呢，他是疏而不作呀。所以这个晋的黄土泥他说得很清楚。说仲景论广唐业为数十卷。用字多样啊。他这个凡是这个六经的提纲啊，全是唐业经之精。唐业经怎么有的他也怎么写的。也从那太阳篇到这个绝影篇，全是有些照例的文章。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啊，绝阴病欲解思从丑至老上，这都是在唐业经根古以来就有这么种记载。所以仲景在这个原则上的东西啊，他都照旧写到这个地方。可是张景看看这个绝阴病的提纲，他也认为也不行，他没法子在这里头啊敷一种方正的治疗，他没法，与这个他不能够统一起来。可是在这个呢，虽然是杂的，这里头有写他论的原因，也是其方而已啊。你像这个乌梅丸啊，当归四逼，这都是绝阴病的治疗。我们讲到这我们的细谈啊，他就是读这个原来绝阴病这个提纲的这个说法是不足。所以他有三种用意，所以他在这个六经之后他有这么一个杂应篇。这是我的看法，在这个注解没有这个说法啊，我看就是这样啊。诸事不绝不可下，虚假已然。诸事不绝，这个四肢绝冷啊，这个微症也挺三处啊，不是一种。无论哪一种，凡是四肢绝冷，虚多而实少啊，啊，不可下。这个是遇到这个，大概都虚寒的多，不要吃泻药。虚假也，他拿怕你误会。这个学历也有实证，很少。原来他拿虚假做陪。他说我说的这个绝阴不可下呀，就像你虚假不可下的一样的一致的啊。说遇到这个诸绝呀，不随便要吃泻药的，原则上说的是不能吃泻药，有些特殊啊，那又当别论了。你看这个他一个也不提绝阴病了啊。伤寒先绝后发热而立者，必自主见绝之理。这个伤寒从一般说的啊，就是指太阳伤寒这个，这里就正后了，跟这辈子的原因呢，先绝而下立。这个绝怎么与胃有关系啊？咱们同学讲很多了。这个骨气不达到于四目，是不是绝了？四目就是手脚了。这在内经上有，所以我们饮食入胃啊，经过血管吸收，说脾胃行津液嘛，这种就是骨气了。拿着现在话说，就是。食物的一种营养东西，那么血管吸收了，这个古人叫做精气，精气者就是养人的精真之气，很宝贵，这个东西。
可是这个脾气的行金业，脾主四肢，达到了，所以这个到哪哪就能活动了。这古人这么看出来了，所以到了手，手能过，到你足，足能行，不到，不到就不行了，不到就缺，四肢缺了，就是胃气虚而不能不补气，津液不达于石墨，就是血液了，那就要缺。绝有胃虚呀，它就要下地。先绝啊，后来的胃恢复发热，下地也必死。这一句话呀，伤寒先绝后发热，而立者是承上句说的，从那个绝说的。那么到发热绝去了，这个立也必自止的。那么再见绝又不发热了，四肢又冷了，还要立。那么这个说明就是绝立与热往复啊。那么有几天绝而下力，过一天由热下力又止，这么一个往复。所以他这个绝力往复这个说法颇是半道半离上，颇是说缺的。我们头先讲少阳天的时候，有个往来寒热呀，啊，一阵冷一阵热，那个仲景他有注解，他说的邪正交争往来寒热呀，这邪与正争才发现那个往来寒热。那么这个呢也是邪与正争，那么胃一时恢复啊，胃气强发热，那个力就好了。那么邪盛了，胃气衰，又绝而下力，这不也是一个不过这个它是阴症，这个往复不是往来寒热，也不是当天，它不等几天，后头慢慢有啊。它时而绝力，时而绝力没有了，发热，这个是所谓绝阴。虽然论的它是绝，专讲的是绝，但是它的条文里头啊，有些就属于绝阴。下边332，它的条文有不好懂的地方。伤寒，十寒热六日，绝胆九日令。咱们不用念了，我念一句，你讲一点吧。这个伤寒呢，开始发热啊，发热六日。那么这个绝呢，反而六日过又讲了三天，九日。一到绝它叫下地，用头前它接着它成上文说的，它绝的时候发明下地，热的时候下地就没有了。可是呢，它这个绝和这个热呀，这个不相应，发热只是到六天，可是绝的继续到九天，绝和下地这个现象不怎么好，是吧？这就是说是那个阳退阴进，这个正邪这个斗争啊，这个纷争啊，正不胜邪的样子。犯绝力，这个绝力啊，这是一个阴寒的一种虚衰的征候啊，这都胃虚的很。你看到这会儿提出个胃啊，当不能食。这个绝力的进退啊，正说明这个阴阳进退一个生死之机呀。可是归中到哪里？归中到胃气，回来就是点出了。这个绝力的是个虚，虚而有寒，当不能吃。如果这个病人他反能吃，这个
很有可能是初中。什么叫做重组初中呢？就是没有位阶了，恐为初中。中者就指的这个啊，它是中气那个中了，就是指的胃。胃气没有了，胃气没有，这个人谁死啊？那么他这个要睡一下，死以缩顶。这个缩顶的说法也不一样，有的说这个缩就是树，就是平常吃这个饼。有的说这个锁锁然无味嘛，是吧？没有不没有肉，没有馅儿，没有馅儿的饼，都行。你反正就平时吃的这种饼，试验一试，试验。要如果吃这个饼不发热了，这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个胃气啊还存在，没出中啊。这个吃是好的，这胃气恢复了，这个病不怕啊。避瘀，这是一个倒插笔啊。他说是啊，这个厥利和热往复这种病，在这个厥利这个期间不应该吃东西啊，应该不能吃。不是一点都不能吃的，总是私欲的吃不多的啊。如果这个人四十，这个与这个病情相反呢，这个大夫就要注意，这不是好现象，恐怕的出入，那么可以有这种试验啊。狮子也说明，如果要说一下发高烧，那不坏了，不以这不要紧，这病可以愈。恐暴热来出而出去，就怕这样的啊，一给他，咱们现在也我们家乡有这么一句话，叫吃一路食嘛啊，暴吃一顿，完了就完了，就是令您吃完了，啪一顿暴热，然后暴热一去，这也是啊，这叫出毒。要是不杀呀，可能没问题。这是一个倒插笔，他就专为这个厥利期间能死者有这么一种试验是否出中之法。底下他接着说的，后三日脉浊，这是个三日啊，后日脉浊是应该天的三。他这个接着这个厥三九日。而立言者，这个人体的发热六天，它的以前经过就是啊，然后觉得不是六天到九天了，第四天什么？第四天发热了，这九天嘛，对，人家说的很明白嘛，他这个暗中说在十天就发热了，发热到第三天的时候。这喝的那六天别九天的嘛，那时候你摸切切脉啊，其热续在着，这人还发热，这不要紧了啊，这个不是阴进阳退的样子，这正相当了。虽然连续的九天厥利，但是九天厥利之后嘛，他又发三天烧。那么发三天热，共以前的六天不也九天吗？所以其日淡日也在于，这个淡日就是平淡，就是今天晚上说吧，明天早晨，明天早晨一过半夜就是明天早晨啊。所以这个病啊，一看起来呀，可以希望他。在这个旦日夜半，这个病可以好的，有这么一种希望。为什么呢？他底下解释了，所以然者，本发热六日，他开始发热六日，这个厥三九日，后连续发热三日，
定钱也是六日，加到一起也是九天。那么这个绝地和发热相应啊，恰好如果病该好了，到第十天它也不绝了，也不热了，这病只能好，所以妻子待日也待日。那么假如后三日我们侦查的时候也没绝地，可是人也没好，怎么个事情呢？太过了啊！而脉数其弱不罢的，这也不是要好的样子，此为热气无欲，就是这个啊，过于亢奋啊，必发有余，这个热久不愈了啊。已经满九天，喝那个六天以后，他老热下来了。这个在这个医书上有了，所以热久不愈者，必发恶疮啊。他这个老来这个体表发热，来这个啊，肌肉筋骨之间这个营血受伤，一定要发油能的，这是指外的生疮。这个我们讲那个筋骨要料啊。在这《黄汉》那一篇上就有啊，久者必生热疮，热久不除嘛。那么这一段呢，他是这个意思啊。他说这个绝和热，这是一个正邪交融的情况。那么如果绝几天？热几天过后了，嗯，如果也不觉不热了，这个病可期望在这个绝热相应的这个时间好的，好大概有在这个时候吧。如果不好，热有余，那也不行，那就要变成其他的病了。但是也不光不阴症了，不光不虚寒了。那么这个就举成个例子，在这个绝力这个阶段。人要能吃也不是好现象，这个有初中之说，可以适宜啊，这个平时吃的饼，如果吃的饼它也不发烧也不怎么地，这说明这胃气很好，这个病是准好的，就怕胃气败，暴热来同时就去了，就没有热了，还照旧绝力，那得是。那就叫初衷，这个初衷啊，也不是一定针对这个病的自己进展造成的，也有人为的。其实这段就是，这大夫给人治就能治出这个来，所以你不要爱问。所以他这个宗旨来这一句更可以看得清楚。伤寒脉是六七日，这个六七日的都是这个病啊治表传里的时候。五六日穿上阳，六七日他要穿阳明，叫从表穿里。这个大概其实这样子，在这个日子，你翻这个前后图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脉迟，这个传里呀、啊，里头也必寒，迟者为寒嘛。这句话呀，你头前有一段书很相似的，头前咱们讲。这个彭元吉他说的是伤寒呢，没有汗的太阳伤寒，脉浮而迟，表热里寒，是那张图纸，头前没有啊，在太阳篇里头他讲过这句话呀，就是由那句话来的。虽然太阳伤寒是表症，脉浮，但是而迟里有寒。六七日又要传里的时候，你别等到腹痛下痢真正变成的啊太阴病了。虽然有表，也不要管表，要舍表就里呀、啊。应该用四逆汤。那么这个大夫与这个糊涂大夫，而凡与黄芩汤，
彻体的。黄芩汤这是一个去热的药的，这个是这儿没讲过的啊。黄芩芍药甘草生姜那个方剂，凡与黄芩汤是彻体热，应该温里嘛，用粟米汤嘛，脉迟为寒，频繁于黄芩汤，扶彻其热，芙蓉应能当归方子，金矾能食，水为主，必须。这是带有字的。那么黄芩，你看吃黄芩汤又彻其热，彻其热了，这胃中更冷了，那里头啊，那他绝对不能吃东西。那么现在他还反能够吃东西，这个也不用试验了，所以是属猪，必死。这一段呢，正是他这个和这个杂病啊与胃有关系的这个杂病，而为六经中者这个最大的眼目，就是治病你不能把胃气给治没了，治没非死不可。这个病本来不算什么嘛，上海麦索尔吃而已啊，你也得赶紧救理，救理又什么救胃呀？你不但不救，而反吃黄芩汤再彻其热，这倒行逆施。所以这个当代的人理解啊，你不能不注重胃。所以咱们的临床也是，尤其慢性病，你要把这胃给治坏了，这个人呢，谁晓得？他不会恢复的。所以我们遇到这个慢性病，真是胃不好，你非得想法调理这胃，让他恢复胃气不可。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最大的眼目，他就特别提出来。他在接力的里头，他就特别告诉你，这是光顾胃气。所以书中的死啊，这个接力。他也归到胃气为主，来这又专提出的这个治疗，所以他给六经做总结就是对的啊，这是我的看法啊，我也根据这个书啊，我也不是随便想，他都很清楚，他也特别提出来的是一个有这么一种物质，就能把人治出初衷，那这个意思不是招人要解吗？伤寒先觉后发热，下利必治之。而反汗出，炎中痛者其后为痹。发热无汗而利必治之。若不止必便能血，便能血热其后不痹。这个也称之啊，那个绝热、绝力和热往出那个说的，他这个伤寒先绝，四肢绝冷，后来发热，啊，就是阴退，啊，阳尽了。原来他有下利呀，一病必治，这共同头衔那个一样啊。先绝的时候他下利，后来发热了，这个下利必治。他第一分成两段说，有个不同的情形啊。而反汗出，要下利必治之，没有其他的关系了，这病就好了啊。可是呢，这个阳进的太厉害了，就是热有余了。热有余有那么两方面，一个是汤于上，而反汗出。嗓子疼啊，这个热温上亢，所以这个症的变化呀，它随人体质各的不同了啊，这是喝得汤于上，喝得的排于下，这先就汤于上说的。那么要是反汗出，这王金叶的再有热，这嗓子一定疼，咱们稍有命严重疼
不是咱们讲过了吗？这津液本虚，啊，那么再有热，这肺嗓子疼不热。这个嗓子疼啊，古人叫喉痹，其喉为痹，这是个病名，喉痹。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发热无汗而力必滞。他也接着前边，他的伤寒先厥后发热，他不是防汗除，他是一个发热无汗。发热无汗，但是以前这个下力也一定足。讲的不止是热有余了，地变能血，这个它是不问上寒问下寒啊。变能血，它是热外下啊，这个热伤阴分，它也变能血嘛啊。它这个也不是阴症的，也变成阳症，这个当然是我们可以用治痢疾的法子治疗了。热下寒而不上炎，所以它炎不通，这都是救助这个病的现状而愈后啊，预料它后来的一种情况。它本来是先厥而下利，后来发热而利滞，那么这个变化呢有这么两种不同。如果热有余，他的病也不好，不好。热有余看有两种，一种汗出咽中疼，就是说这个热温上扛于上，那其后为痹，就是一种。另一种呢，发热无汗，可是下利也利好，那是准的，他热有余嘛。那么假设说是发热无汗利滞以后也不发热了啊，身凉体和，那就好了病了。要是不好，不好的热有余，那不是阴症啊，由阴寒转为阳性病。这个阳性病如果这个热啊，它自离一下来，那就要变痢疾啊，变成血那种热痢。可是我一变冷血，它不会上疼的。这个与那个正相反，那个是往上扛，为什么下来？这是根据现在的病啊，本来它是绝力往复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到时候它不下力了，也不死，四肢也不觉冷了。但是这个病要是不好，热有余的话，有这么两种啊愈后。那么这个都像论的这个厥阴，这个厥热往除啊，这个很像啊。那么但是后头的辩证呢，由阳由阴出阳的这个病都是好现象，虽然热有余都不要紧，那就不属于厥阴了。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身者热以身，厥微者热以微，厥应下者而反，发汗者必头上而出。所以他论的是主厥嘛，不仅是说的有关厥阴这种厥啊厥力，不是。有一种厥属于热的，他的伤寒一日。开始一二日就是啊太阳伤寒那种情况，那么到这个四五天这个阶段而厥者，四肢厥者啊，那么呢他零零厥以前他一定发热的，必发热。这个必发热就说的一二日那个时候绝对发热，而且前热者后必厥，这用前面有发热，后边才有这个厥逆，这都说的这个热厥了。
绝身者，这现在孙子绝身别厉害，那么以前法热也是厉害，否则现在这个绝叫你微，以前那个热也一定是微，这个他就像白虎汤证也这样的，白虎汤证有四字绝冷的，这个热为什么我们讲这个胃啊？所以血液津液不达于湿末则绝冷，这个热怎么也能有这个情形呢？也能的，这个热真正要是咱们讲的热伤津液嘛，这是一二样，这个热气要是这个涌满到这个这个里呀，也能够阻碍气血的气血的通畅的。他这个讲的湿热弄湿的，就是讲下。你像咱们讲那个刮地闪，邪湿于胸中，这四肢觉得你非吐不可。不，这个湿，他在那里头不阻碍这个大气的你这个四肢血是能到的。这一个一个样，湿症也能造成这种情况。这种绝呀，应该下。你不能用温阴药来发汗的，而反发汗，一定要是口上烂湿的啊！你在上述的津液，它只是伤寒说的，这不是论你绝阴病啊。这伤寒是病代表嘛？病代表。一阵这个热的时候，相当于胸口来湿，就是湿热冷，这个冷纯粹湿热的关系。这个发汗都不行，像我们同事讲那个，说吃四逆汤那更了不得喽，那非要死不可，是吧？所以这个他讲这个津绝嘛，有一种热绝也不得不知啊，这个好说。你看这个伤寒病这个太阳伤寒一开始高烧，它也容易自觉，烧的厉害绝就深，烧的轻者绝较比微，总而言之这个绝还是弱。你既和解表，咱们现在说治文明的法子喽，也用心凉解表了，你不能用心温来发汗那么上肢体液更助热，那一定是口上烂湿这是轻的说的，这还说是公表内内文理，要是大文理更了不得了那就出了大乱，这是属于绝中不过五日嘛，六日他不绝的所以知道它是必须的，但这里余意也有含蓄啊。上面他讲了，如果热有余力，那又咋别论但是这个这种寒厥，这种虚寒子厥，这肯定是比较好的。犯厥者，阴阳气不相生厥，变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死也，他说犯厥者为什么厥呢？他来解释这个，这个专解释这个，就是阴阳气不相生也。这个阴阳气指的什么？据我们现在来观察呀，是指的静脉动脉的血。古人也是这个看法古人说是这个血管啊，这个六经啊，这古人不叫血管了，叫经络它都集中了手足，所以手六经、足六经嘛，有阴有阳。咱们说的那个阳啊，经脉啊，大概就是指的动脉；阴就指的经脉这个阴阳气不相顺接的，就是这两个东西。这个动脉的末梢，它就要
这个静脉的末梢它就要吸收，它这个尖端上啊都来这个四肢，这是合乎现在这个结构生理的。如果他们除了血液供足不到了，他这两个衔接也就断了，所以他要绝，说阴阳气不相分解，变为绝。那么绝是什么样呢？就是手足密了，密冷的由外贯骨啊，先由手指头腕这么越重了可以到过腕到肘吧密了它出外边关节，越缺的厉害越往上，这就到这个地方啊，它这个绝全是反复地说有一种绝力和热往复，有一种也有一种热绝，有一种叫只是绝热往复没有下力，他也讲了，然后这个绝力往复要如果阳进阴退那么就是绝越来越甚，热越来越少，这是不怎么好，否则这是好讨厌一下这是关于人的这个生死了。那么也有的时候热太过也不行那又变成其他的病了，那不是虚寒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厥力往复说的是厥阴病。再讲一段吧这不这个底下的大段讲完了咱们休息。底下他讲政治，那么绝对绝这一大段论的不以细腻最多可见他也注重这个绝，在这个实验室中病呢用这个绝呢与这个军人病是有关系的，我看是这个样子338节，伤寒脉微而绝，自七八日复冷，其人无兆安似的，此为战绝，非回绝也。那么头一句话，脉微而绝，脉微就是虚的，再绝那虚到家了。他说这个脏结就指的胃那个古人就是指的脾胃了。自七八日服冷，不但是止绝而营胃也不行了所以这个全身的这个皮肤都冷了。其人燥无沾满似的，这个燥最坏的，咱们头前也讲了，这个凡是热，这个燥是乱的，这个人这个所以邪盛正已经虚了，不能盛邪了，这个人的这个只燥而不烦了，这最坏，而且无障碍是此为障绝，这障气虚脉的这么一种绝了，这阳脉这是死症，就是咱们先前讲的那个胃气胃气以外，这个不是说彻底回绝了，可见这个回绝是绝阴病真正那个胃气以外的那是不行了。我们现在讲的回绝，这回绝着其人当主为那么回绝不但他吐回，这个其人呢令病者静，这个病他这个脏气没有虚衰那么样，这个病人呢非常安静，没有照顾障碍师那种情况，
那么为什么他有时候也烦呢？耳福思烦者，此为暂寒呢、啊？这就是啊，胃有寒而已啊。这寒脉问上宫嘛，就头先讲那个军人命令提纲呢、啊，与这个有些相似啊。此为暂寒，就是下耳寒问上宫，回上入企鹅，排这个回呀、啊，在胃里待不了了。他往上跑到膈这块，所以他这么一闹呢，人就烦，这么个烦，故烦。虽然是烦，但是很短时间，须臾复止。哎，他到上边不那么凉了，他也不闹了，嗯，这就不闹了，这个也就不烦了，不像讲那个脏。绝真正胃气已败的，那是老那么闹的，那也不是烦，耳为燥。为什么要吐得食而呕？那么这时候他又烦一阵，这证明这个回绝的这个情况喽。他说就认为这个回他跑到膈上来了啊。闻食嗅触，你一吃东西，他先得到这个滋味了，他就往上跑，一上跑你还不恶心呕吐吗？啊，其人常自吐回，这时候你翻译的，把他吐出也就拉倒了，所以回绝呀、啊，的确与这个胀绝。差之千里的那却不一样，这不要紧，回绝的那是能治的，乌梅丸主治，又主酒力方。那么这个乌梅丸呢，不止治回绝，酒力虚寒的情况也可以用，这段讲的很好啊。咱们看看这个佛寺讲的军营病，可是你与军营病那个消渴什么都没有啊，他与那个提纲他合不上。所以张仲景在这个地方啊，哎，他在这个绝这一个阶段，与这个军营病很有必要把它提出来。而且他立这么一个具体政治专治回绝的这个方子，这个你要搁到头前里呢，我们看一看，搁到这个军营病这个四个头前，他与这个提纲搞不到一起，所以他没办法啊。可见这提纲与这一段他不是啊，他不是一个人搞的。那么这个方子啊很好，这个方子的确是真正的虚寒久立不已可以治，而且驱回呢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他是既要用这个附子熟胶啊，丹江细辛这个诸大温大热之药，以温中去寒呢 啊胃阳咱们就说是吧。另外呢，他要用黄连黄柏解烦治痢。这个黄连黄柏的苦寒药，那虽然苦寒，它燥，它能够治这个下痢。下痢这个，不用清连的很少，同时它有烦。这个回绝它也有烦呢，虽然它不那么燥，它也解烦。那么最他是这个主要的，他说胃不好啊，胃虚啊，血也虚，我们讲这个军营病津液虚血虚，这个津液虚血虚不见胃不行的，他借用这些猪瘟性药，他又加人参。那么对于血液呢，他也用当归啊，就是补益其气血了嘛，啊，
而整治海素为要见微，最妙的五梅他以他为辅。这个五梅这个药呢，是酸药都收的，他这个酸药是大量用的，酸能解渴，而且五梅这个它是一个清润之酸炼之渴这个药，所以这个军营病虚它要渴，所以它这个有止渴的作用，但是不是治消渴。同时它这个酸炼既能够治这个诸温，你像这个细辛、干姜、附子、熟椒这么大的温性药不让它太散，这个治这个阴虚症呢太散了不行，出大汗。这个五梅呢收敛啊，它也能够练的，它不让它那个心散太多。同时呢，它与这个秦连搁在一起更能治下痢。这个五梅啊，治下痢很好的。所以他用它为君有几方面的作用，另外他又调味以蜜而为丸，这也是安中补虚嘛。所以这个方子虽然寒热的 并用，但是是互不相干。所以这个古人这个方子有的是的，不像现在一遇到这个热病了马上都是寒药，有一点热药，你这么搁的热药，那不是那个病。这个方剂配伍，它有，它古人它是根据通过实践的。这个方子，要是这个酒下痢，你们可以试验，用的是挺好的。但是呢，不要用汤药，还是要用丸药，这个还是挺好使。当然是这个四肢厥冷吐回这种病当然也可以用。今天咱们讲到这，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后头我们越讲越清楚了，准知道他这个与厥阴病无关，但是头前这个呢还是像有关系的。有关系我们讲这个厥也不尽是厥阴病，你像这个热厥阴症无热症，是阴病没有热症，热的不会为阴的，在他的书也讲。那么这个热厥它绝不是讲的厥阴呢，那么这个唯独这个政治这个大概他说虽然说的是治厥，有这么一种厥需要用这个方式，但是这个政治呢是合不厥阴，所以他这个用意啊很深远，这个大家看一看啊，再会。乌梅丸干完了。乌梅丸讲完了，对。330种。关于这个绝症的他这个说法，这个段落很多，共计28节。今天咱把这个绝讲完，这个六月分内和这个整个讲完。在七月份就热了，没法讲了啊！在七月份啊就热了，对了，没法讲 了。你的身体受不了了，对了。